哇，这个骆驼，呜，骑上了，骑上了，哇，超可爱的这个小村民，哇，迷你小村民，灰色的山羊耶，哇哇，等一下，好可爱，呜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有蛇有蛇，呜，那里有蟹子，那里有蟹子，哇，这个就是那个传说中的蟹子。嗨，各位大家，我是阿刺，欢迎来到沙漠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参加 Minecraft 商店里的一张建筑地图，然后这张地图的名称叫做 Desert Creatures 沙漠生物。这张地图呢是付费，要310个硬币。OK， 那么开始吧 ，Let's go。对了，我们就要参观这个大宫殿。这张地图呢，它更新了5款皮肤和7种沙漠新生物。然后第一个生物呢，就是这个骆驼啦。哇，这个骆驼，哇，一可以骑耶。呜，骑上了，骑上了！哇，这超美的这个骆驼。OK， 那我们进去吧。呜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有蛇，有蛇！这个是什么蛇吗？赶快逃，赶快逃 ！OK， 我们进到来了。哇，这里就是那个大宫殿的内部，然后这里呢都有很多那些小摊子哎。有蛇。OK， 哇，还有什么吗？哇，那里还有一个更高的大宫殿哎。哇，这有小村民，这个小村民好可爱啊！哇，超可爱的这个小村民，哇，迷你小村民。OK， 现在呢，我们就上去这里吧。哇，来到了，来到了。咦咦，等一下，我发现到一个新生物了，那个是什么？哇，那个是山羊吗？哇，它的世界都还有埃及的感觉。如果来到沙漠有这样的建筑物来住不更好了？哦，那里那里那个是山羊，哇，灰色的山羊耶，哇哇，等一下，好可爱，哇塞，这个。然后，咦，等一下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那个是，哦，有这个耶，咦，等一下，这个是什么生物？等一下，我忘记了，好像在沙漠有看过，这个是它是吃沙了，哇。然后这里呢是什么？这里是教堂吗？哇，然后这里哇还有一个小的铺哎，哇塞，这个桌子真是太屌了！呜、哦，又发现到了！哇，哎，这里还有个地下的市场哎，哇！这里还有一个水池哎，哇，哇塞，这里看场景。哇哦，然后呢，我们还有哪里没有去到呢？哇，这里说真的非常的大哎。哇，然后这个是什么啊？这个，哦，这个是那个投石器吧？就是以前打仗的时候都会用这个射一个大石头出去的。哇，还有哪里没有参观到呢？还有这个大湖。哇，这个大湖！OK， 我们大致上已经参观完了，那我现在呢想看网上的场景会是怎么样呢 ？OK， 网上了。OK， 网上的场景就像这样，哇，哇塞，好漂亮，太漂亮了吧！哇塞，我的眼睛好花，网上真是不一样哎，它整个光整个显示出来，哇塞，太漂亮了吧！说到生物呢，它有一个生物就是蟹子，现在我们就来找那个蟹子吧。哦，有了有了，哎，等一下，我找到蟹子了，找到蟹子了，哦，那里那里那里，哦，那里有蟹子，那里有蟹子，哇塞，好大只，哇，这个就是那个传说中的蟹子，哇塞，第一次在麦克看到蟹子，哎，这个模组也太屌了吧，大家看大家看，哇塞，哇。
然后呢，他们的僵尸也换了，换成这个模样了。哇哇，真的太酷了。然后骷髅弓箭手也换了，等一下骷髅弓箭手超好笑的。OK， 那我们这期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记得给个赞，还有负责人车。还没订阅的朋友们，不要在上方点下订阅；订阅的朋友们，不要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每发一片就收到视频。我的 FB 粉丝团还有相关的链接，全都在影片声动中，记得关注哦。OK， 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喽，拜拜。Oh.